和他波波，有点吓人啊，怎么突然这样说的。哎呀，我这我是不是怪，算了，就这样吧，也不是没见过。哎，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怪人了，就是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就是一塌糊涂的意思。擦个手，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但是这种事情也不是不行，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来，是吧？就是这种事情应该在那啊，当着面为什么？在这里我和小猫谁是别人啊？我和小猫谁是别人？嗯，大家不管谁和谁在两个人在的话，现场第三个人的就是别人了。啊，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哎，算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那个更加珍惜波波。他这个都开始给自己扇风了，刚热，为了氛围感。哎，可以来点吹风。这风不是很大，这风不是很大，没什么风。小包，你都穿这么凉快了，还要吹风？就是吹着风才有那氛围感嘛，人家可能觉得你疯了，烦死了！这种人设我不想经营，这种什么纯情人设，烦死了！我早晚有一天要变成一个野人，谢谢大家。手机卡了是吧？那今天就播到这里，大家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怎么关啊？哦，在这儿，刚好也卡掉了，应该是，哎，怎么没关掉？嗯，我哎，他怎么这样？太久没直播了，卡子哥紧张到没有办法。哎呀，把屏幕太黑了，都看不清我自己。哎，确实有点清凉。我是不是铺个灯？你这个太吓人了，好像那种麻辣女教师刚一样。啊，真的吗？对，你就差拿一个什么，就是教鞭。P， 我现在我才是野人，给自己 P 上。别说了，想了半天。打扮成啥样才能符合我们 Cola 的这个节目？哇，太野了，姐！给你带带。啊，我带不了这个，我可带不了这个。嗯，怕着凉，并不是其他的，单纯的是怕我自己着凉。哎呀，另外一手机忘拿了，没有另外一个手机没有音乐听。播首歌，播个电视看。你把那个投影打开，在那，在你，对。哎呦，怎么感觉变模糊了？因为被挪动了，移动了。刚刚时间移动了，这个不移。让投影对焦一下就行。好了。戴着眼镜看得更不清楚啊，可以。播个啥看呢？没有，这眼镜没度数。但是我不想把这个镜片给拿走，我觉得有镜片挺好。我刚刚在你直播间晃荡。没事，你刚刚没晃荡。我刚刚开啊，你刚晃荡了。这个了啊？是吗？我完全哦，不好意思，我这是我怎么没看到你在晃呢？因为我眼睛光盯着屏幕了。昨天晚上看环环看到不是昨天晚上了，看到今天早上。这什么东西？湿纸巾。我也是饼干，很失望。你饿了？对，我想去吃点东西。拜拜。去吧去吧，拜拜。我也饿了，我和你去吃。啊。我姐那边看到做什么东西？去。啊，那我独占这个地盘了。哼哼。啊，本来说问问摆子说一会儿来他这直播，因为他今天乐说他们这个房间特别不错，让我们多待会儿。嗯，因为啥？因为就是阳光特别好啊，说我们一进我们屋显得我们屋就是很阴暗，白天黑也分不清啊。放首歌听吧。啥歌呢？广场舞。分类。
音乐。饿死了。这个没有读书，没有读书。谢谢小开的夜蝶，谢谢谢谢小开。哎呦，今天要甜一点，知道吧？嗯嗯。哎，我找那个音乐现场，看到 SNH48 剧场公演，偶像音乐传递正能量。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就这么一说，你们就这么一听，不要当真。怎么回事啊？没有哎，没有，我把这个去掉，不在这个软件上了，我退出，自己找一个软件。怎么不让我退？主页 ，OK， 退掉了，这次真退掉了。是啊，清楚吧？你们可以在我眼睛里看电视了。谢谢钢铁复读机的夜蝶，谢谢钢铁复读机，谢谢一某鸭。等我找到啊，马上找到了。上面有 K 歌功能， K 歌， K 歌就是你了，就是你啦。它还有安装服务，没事，很快。我们要猜穿没穿袜子，有奖吗？我来猜，猜对有奖吗？给我点奖。遥控器像是没电了，有电有电，就是没声音呢。你可以通过镜片反光看我直播，那不挺好？谢谢舒一哥的巧克力。看这个吧，有用吗？管我穿没穿呢，有没有奖？猜这个干啥？随便放吧，热吧，儿歌长辈专区广场舞经典翻唱，能看演唱会。流行 MV 吧。说好不哭。嗯，不知道看了什么呢？好，那来舞曲，让它播放舞曲吧。怎么有点卡？怎么会呢？觉得乐乐房间还不错呀，我刚好可以。
怎么回事？你上了吗？没有，是 YH 哈。嗯，要不就是我现在用了自己的网，没关系，用自己的网也。自己网还是其他的网？嗯，用自己的网，因为我刚连到321去了，又卡了。那为什么连不上 WiFi 呀？没卡，好，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过一会儿吧。谢谢摇啊摇的夜蝶。哎，可惜了我的妆容啊、哦！这化妆很不错啊、哦，还有日抛呢。发现总是我不表演的时候，化妆化的很好，还有这个眉毛今天画的非常好。我一般画不对称，今天画的很对称。谢谢圆乎乎的皇冠。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眉弓这里老是画不对称，所以很讨厌。今天画的很对称啊。今天异常漂亮，可能因为眉毛画对了吧，眉形画对了。之前眉毛没有画眉，嗯，也不是没有画眉弓，就画的不明显。抖一个不，嗯，看看吧。看有没有想抖的，其实这就是那种，不是，就是一般那种眼睛。我之前戴这个不是还被你们说了吗？别以为我不记得。谢谢杨洋，谢谢无人。有人说，忘了谁说的。说让我摘了，哼，可能是因为当时不适合吧。你刚吃椰子鸡了吗，乐乐？吃了。嗯，我一会儿赶快把东西拿回来。刚刚放了一些东西，不是刚刚，之前放了一些东西在叉子那，但是它那地方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赶快把东西拿回来，看看你们冰箱有没有地方。吃的，就是酸菜鱼啊、牛排什么的，如果放冷藏的话，估计要赶快吃掉。那我今天在这里拍几张，自拍几张吧。这灯光比我们不是灯光，光线比我们那里好一点。我现在晚上超饿，今天早上就是，昨天其实吃了很多东西，今天早上又太饿了。嗯，巧克力，谢谢笑仔。也不是想晚上天天大餐，是因为东西不吃不行，不吃都要放坏了。还蛮好吃的，主要是，我连上 WiFi 了，所以卡了一下。连上 WiFi 了，所以卡了一下。最近吃的多，嘴巴都变红了嘛，不是跟你们讲。还好不是特别甜，就是我能接受，还是很卡嘛。如果很卡的话，我就把 WiFi 断掉。
给我腿铺上吧。哎呦，谢谢锤锤，谢谢不早睡的兔兔。感觉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耳饰丢了呢。昨天晚上看到那个徐允真好漂亮，然后去找她的直拍，哈哈。结果发现我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去 B 站才找到的，在微博上都没搜到。谢谢土豆牛奶美宝，我的妆容今天画得很淡，你们可能感觉不是很淡，但其实非常淡。因为为什么，你看我给自己的眼睛前面贴了一点双眼皮，因为我左眼睛肿了，肿成内双了。前面贴了一点，没办法，太肿了今天。然后就是用的一个淡棕色，一个土灰色，两个颜色，再用个深，三个吧，三个，因第三个颜色是那种特别深的那种，黑乎乎的颜色。根部扫了一下就没有画了，因为我想着当评委也看不太清楚，然后就加了很多亮，所以显得好像很漂亮一样。双眼皮贴的好完全没看出来，因为只贴了一点点在前面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前面这点肿了，肿上，因为前面这个褶子它肿没了，就变成单眼皮了，内双嘛，不是给你们讲。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不知道去哪儿啊？在直播吗？他们是，但是人还是会，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小包在放什么东西。不知道，随便放的，就是随便播放音乐。在放歌舞表演，有点惊天动地的味儿。黑哈黑哈，一直在为着我，是那黑眼中的爱。谢谢阿宇，我以前化过这种妆。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家里开过化妆品店，卖那种特别厚、特别长的睫毛，我好好奇是干嘛的，我就给自己整上。谢谢圆虎虎的叶蝶，谢谢圆虎虎。你们发现没有？我今天是中分。一般我写分，今天这个睫毛贴了一点点，一边贴了三根吧。因为我今天本来是想在这里弄个辫子的，结果发现并不理想，因为今天有点肿，并不理想，所以我就把它给弄掉了。弄掉了之后就这个缝就已经这样了，就懒得管它了，想在这里编个辫子下来的。笑死，要不就说笑死，在头发多就可以做很多发型，头发不多也能做很多发型。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骂他，我怎么骂你了。对啊，是幺八八，没有假发片，是假发但不是假发片。男朋友狼哥不在这个屋，我说很多也没有很多打劫，还好，还行吧。谢谢百事都可乐的权杖，谢谢百事都可乐。这个虎皮饺我吃的好快啊，一会儿就还剩下最后一口，赶紧吃完。这播放什么歌？模仿一下他现在这个人，他这样点头。谢谢云盛。还行吧，不是很干。
嗯，发现还是小狼帅。那你是跟谁比啊？跟谁比你就小狼帅？嗯，小狼不帅，长得帅啊。哎，比较好听。谢谢一，嘻嘻嘻，哈哈。疼什么？你去贴个膏药。没有，哪种疼啊？今天立下了。啊，今天立下了。哦。立下了，立下了，立下了。立下了。我还在这里坐牢。好，那今天晚上我要 给自己煮饺子吃。啊，立下了是不是？不是立功。也算过一下。嗯，我就单纯的饿了，想吃而已。最主要是冰箱实在放不下，真塞不下了，很担心。猪肉芹菜的，蛮好吃的。主要他们都吃饱了，所以我要播完之后去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然后再看看我们缓缓。我昨天跟他们说玩那个串神渣，西西他玩了5个小时。嗯，然后他发现我玩的是山楂串，他玩的是串山楂。虽然东西都一样，但名字不一样，所以那个小程序也不一样。差在哪儿？他们就是灵活度，屏幕的那个屏幕显示的也不太一样，但是是玩法是一样的。他们说串山楂比山楂串难。不一样吗？哎，你最高多少串？13串。哎，你好大。你多少串？我75。怎么玩的？我问，这是我最高的记录了，13串。我有时候一串都串不好。我心想，这个游戏是不是就分人？有的人就是怎么都死不了，有的人一串都串不了。嗯，你们玩过以前那个游戏吗？就是那种按键手机上会有的那个拼图。再次点击右，可以下一首。他刚才也唱完了。不是俄罗斯方块，是那个比如说孟娜丽莎。孟娜丽莎那个拼图，它是第一初级最简单的，然后会有第二关第三关这样子。那个有人有没有玩过？我当时拼这个拼的超快，就5秒就可以拼好。对，就是拼图拖拽着拼的，现在估计不行了。然后我后面我就是在想，为什么我可以拼这么快？后来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熟了它的每块图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不用看，我就去去去去去就好了。你第一关都过，困难模式，对对对，反正我就是都玩了。推箱子，啊哈！串沙前面尽量空出一根签子是吗？我不管是横着玩还是竖着玩，怎么玩我都试过了，发现我就是不太行。嗯，脑袋不好玩不了，就因为我昨天跟他们说，小青跟我讲这个关乎智商问题，导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在那里玩。我说我一定要超过他。结果没想到百子玩了那个80多串。谁？百子。嗯，百子是目前我们这最高记录吧。所以我在想啊，令人嫉妒嫉妒。哎，他们说不定真的挺聪明的，就像我也觉得我挺聪明。我觉得有运气成分在的。运气。嗯。有什么技巧呢？反正他跟我讲，我问百子，百子说把大
的放下面，小的放上面，这我肯定知道呀，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穿上这样，我觉得就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嗯。很大的运气成分，这样说着我又开始穿起来了。顺序。两个两个的削，这样一次能削四个。我当时也是，就是都有试过。我包括是想着说，让我多削一点儿，要么就是多让它赶快变成大的数字，就是各种方法都是。不讲这个了，不讲这个游戏了。令人伤心。他们现在在玩什么躲猫猫？感觉玩的好多哟。但是我看环环看的太多遍了，我看环环。沉迷缓缓，哎呀，吓我一跳！这个怎么换？哎，但是我是那种特别喜欢看前面和他复仇那块儿，不喜欢看他受罪。谢谢，就喜欢一天。葫芦娃，你放的都什么东西？不知道呀，他可能觉得适合我。猜我喜欢 ？No， 他就是随便放的 MV 什么的。你真急实际化妆、哦、我跟你们说，我以前看的时候，因为太小了，我就是没去，就是没去想他在说这个台词什么意思。我现在在看，发现他们天天暗示来暗示暗示去，然后天天阴阳怪气，讲话我嘲讽你，你嘲讽我，好累哟、哦。谢小苍蝇，小苍蝇，好痒痒！我怎么在这儿也感觉有毛毛？不是我自己身上带的，看一眼。啊，他喜欢这种歌曲。但没找到，哦，找到了，找到了，真有一根。就每一句话就觉得，哈哈。累的慌。我小时候以为他们在干嘛，我以为他们在讲话、啊、小时候不认真看，因为小时候当偶像剧看。我跟你说，写包吃饭的皇冠，而且我觉得真的会有滤镜的。自从我听说那个安陵容她喜欢甄嬛以后，我看她我都带滤镜了。我前面咬嬛文学真的就不应该这样子，就他们说看到后面就不会有滤镜了。我说好吧，但是前面真的他说话或什么的，我都能理解他了。你看到后面还是有滤镜，我就看目前我还因为我现在只看到，因为感觉太长了，就是嬛嬛还没有就是跟皇上闹掰呢。真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讲这种设定，一讲完之后就带看它都有滤镜，觉得它蛮好的。就因为现在没有看到它讨厌的时候，我知道它后面黑化了，就是这个剧情从头到尾我都知道了，但是我就是没认真看，现在认真看一看而已。你们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吗？我那天刷到一个，就是说是谁演的，反正有韩雪，好像他演的是他喜欢女主，好像是他喜欢女主吧，不记得了，是他演的吗？然后他就跟那个男主说什么我对他什么，大概就是表白的那种。但是小时候我就看评论，他们说小时候觉得很奇怪，但是不知道哪里奇怪，因为他把女主给绑了，因为女主喜欢男主，但是他喜欢女主。对，我当时我心想啊，以前就都是这么演的吗？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剧，没太仔细看。哎呀，他终于播完了。
他不会就这几首歌然后来回倒腾吧，或许是。哦，怪不得，因为他没有这个版权，所以他就这几首歌一直来回放。啊，看他的剧不好意思呀，哼，看啥呢，对，非会员歌单，飞剑又飞剑，什么飞刀又剑，飞刀小李飞刀，那个儿子不是不是，我一旦想想老师不是吧，那我摘了，就戴久了之后这儿有印子了，感觉不戴都不行了。哼，看不出来啊，可能因为现在光比较亮吧。一天苏有朋的一天屠龙记啊，小时候有看了，就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就随便看看。谁呀？谁呀？哇，这么多戏。你去哪里了？吃饭去。哦，饿死你不饿吗？饿，所以我刚刚吃了个虎皮卷儿。吃的下面的饭吗？不吃，因为房间有空气炸锅，就热鸡翅。行，那我到时候也弄个牛排吃，一会儿再吃，结束再吃，吃完再说。山楂之王来了。山楂之王，我绝不认输，我不服气，你没有把你的诀窍告诉我，我告诉你了呀，你把大的放下面，我这还用你说把大的放下面，绝不认输，串儿精，我去偷学，我主要是我看到有人穿了300串，我就说，然后跟我讲什么？你没有像微博上人穿1400串。嗯，他们就说，如果我不想死的话，就永远死不掉。我就听了，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还是不一样的。感觉要玩很久哎。你播播吗？我播，我把你们房间上想要去的吃掉。好像，那你叫呗，我也不会答应。哎呦，他这好麻烦啊，还需要我手动调，他不能自动。我开始这样。啊，这个老师感觉不正经，怎么不正经了？我干啥了？给我镜子擦擦，记了，开始，学习一下皇后，装模作样一下，学习使我进步。你有什么问题？你说。什么老师？应该不是，哎，不能随便讲老师这个词啊。什么时候发纸牌？明天吧，今天太晚了。拍的，不能说也就那样，只能说就是我就是比较。随意的跳了一下，对，因为我们发现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楼梯，太往前了，没敢怎么跳。我这一回头，就是光观察了，看谁卡住了，过不去什么的。戴那个机器人眼镜，机器人眼镜在下边的。不过我有一个，一会儿找找，有就拍，没有就算了。
明天天气如何？你看天气预报。看有电没有？啊，有电。Hi Siri， 明天天气怎么样？哪里的天气？明天上海的天气怎么样？明天中国大陆上海天高云淡，万里晴空，最高温28度。万里晴空，听到了吧？最低温17度。哈哈哈。嗯，这个火红纸的颜色还不错。什么？我也想来一个。哦，上次给你用的那个丢了。那个真好。哎，气死了。忘了这个眼镜是谁同款，杨洋同款吧？应该是吧。他演电视剧的时候戴了一个这样子的眼镜，然后人家作为就是这个眼镜，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反正人家就截图，然后就是作为他这个封面。为什么要在这看 MV 啊？也不是，就是想听歌。你可以放电视剧，就是不知道播什么。我还听歌。你不觉得光很暗吗？但我觉得挺暗的，拍出来挺好看的。是吗？嗯。哦，一下就没有那种氛围了。看不看吧？我看亮灯直播还是有用的。因为太亮了，眼睛都给我刺瞎了。对，氛围。哎，我眼。笑死我 ！Alright， 哦，什么氛围？就是那晚上的氛围，就是感觉该睡了的。哦，不行了，也不是，都可以。决赛14，嗯。都行吧，不知道表演什么，想了好多个，但是觉得，又不是很想表演，因为不是我不想表演，是感觉不知道该表演什么。爱跳啥跳啥，确实啊，再怎么跳都说，反正就想这么跳，跳得不好也是，跳不好应该不至于，就是说在一些大家卷的什么创意上什么的，但我还好，我也没有特别想去想那些东西，因为想表演的其实跟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又觉得吧，你不去搞一些这个东西，好像他们就觉得不行。但我经常表演的就很简单，就是喜欢简单。我的眼睛啊，咋了？也有在想，哎呦，软弱了。播到1:10吧，今天不会再过时间了。OK， 就是到点提醒我。OK， 我一定时刻关注，我跟你们讲。
今天不会过点了。明天没有工作，想想，要开始准备下来舞台了。最爱拍呢，可能八号吧。等一下，把工作开始。是吧？本来还想着说应该会在剧场。对啊，吃完今天大干了，对啊，五号了。哦，对啊，你不说都忘了。大概就是吃了有那么个四五个鸡翅吧。应该是吧。没有百分百确定，但应该是因为跟我们讲的是，你们居然都还没睡。最近拍好了吗？当然没有。好吧，昨天才定好。好的，是也还好吧，中间还隔好几天呢。等我睡，那我可能还是一会儿。八号好多人，是啊，我也在想，如果都难道都是八号要开个专场吗？可是感觉不知道，上海很早就到夏天了。就是具体也没跟我们讲。好像很冷，现在又热起来。可能是专场哦。玩半天就串了一串，那你这水平确实有点强了。来一次性搞完也挺好。我还以为夏天要过去了。其实他是录下失败了好几次，对吧？反复录下，早搞完，早结束啦。不知道那天晚上可能有什么信念吧。那天晚上可能很无聊。没有版权了，小包。好，下一首。多久啊？随缘吧。打一圈。决赛啥时候？14号吧。你只串了一串，那就说明你可能是刚完。串了113串，哇，那你真厉害。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串完了之后就再也不想串了？我还在想，14收了，对，多吃点补充。串完83串之后，我就87串。87串之后，我就再也不想串。多吃点。就是不能再那个了。已经失去了一些。不能再肚子痛什么的了。失去了一些。还是要好好吃。我甚至在想要不要染头发，现在又不想了。我觉得就这样吧，就先这样吧，因为怕我自己搞完以后搞坏了就完了，这个时候也出不去，搞坏就完蛋，就先这样吧。87串多久？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那天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串到早上。今天还好一点点。8:30吧，8:30将近要9点，然后要不是因为太困了，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因为我之前觉得我有一点适合那种芭比粉，所以我前一段时间画的都是那种很粉的，你知道吧？包括脸、腮红什么的，画的都是那种粉粉的。但是我今天画了一下这种淡淡的，把重点放在了我的眉毛上。好有毅力。之后发现，我到底适合啥颜色，就开始不知道了。一些想法。不是那种一次性喷雾，不太行那种。但甩到衣服上都是那个。谢谢阿爸爸爸爸爸。都好看吗？叶叶，谢谢你的叶叶。可能吧。白子玩游戏呀。玩什么游戏？玩数三十。数三十是什么？阿姨，就是数一二，然后三四，就是你可以数一个数字或者两个数字，谁先数到三十谁赢。好，你先我先。都行，你先我先都行，你说吧，因为我玩过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三十输了，失败了。你第一次玩，第一次玩啊！哎，行吧，那我们先说一下惩罚。惩罚是跟着这个他，跟着一个他一起跳舞。跟着他一起跳舞，你真的忙活的妈呀！你不用跟着他一起跳舞，你看他也有时候不跳舞，你模仿。好吧，好吓人。哎，你需要风的话，我可以用嘴给你吹。
太可怕了，现在是悬崖，在跳什么拉力跑，我的妈呀，拉力拉力跑。可以吧，再来一局啊、嗯、你先还是我先？你先。好，一二三四五六啊，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我们还没有开始，你们怎么又说完了？四二十五二十六二七。嗯，怎么说话了？给你播好了已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来吧来吧，我给你计时一分钟可以吧？跳他的舞吗？现在等到五十分的时候你跳到五十一分，跳一分钟。我的救命。我赢了吗？我没有赢。但没有赢。我才二十七，我才二十八，我说二十八二十九或者我说二十八我都输了呀。哎，这五十怎么还没到五十？时间过得好慢啊，过时间太慢啊。哎呀，等不及了啊，五十了，来吧来吧，跳到五十一。你不行，你我要站起来跳。你要站起来，不可以坐着。那精髓都要站着才能跳一张。啊，我真的是无语了，我刚刚吃的好饱。你往后点，往后点，往后点。我要在镜头外面跳。嗯，那不行，那不行，你必我跳给你看好吧？不跳给你看大的。那我用我的播，我用我的播了啊。不跳，怎么还没到五十一啊？你快点！他现在没有 pose， 帅哥。来了来了。拉力帕，拉力帕啊！哇，还有脚步动作。我好想给你播，我一定要给你播，你播吧，你播吧。还没有到，怎么一分钟这么久？卖萌。啊，五十一了，五十一了。好，播完了。刚没有讲清楚，应该让你要规定。是吗？不可以。哎呦，吓死我！差点把我刚刚吃饱的小肚子露出来。你还要玩吗？我们来逛菜园。好，逛动物园还是逛蔬菜园啊？逛动物园吧。好，动物园里有什么？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啊，你先说。动物园里，哎，你这跟着节奏呀。动物园里有什么？河马。是这样子的，动物园里有什么？动动，然后你是什么？走了吧，先拍两下，然后再讲。好。好，动物园里有什么？动动河马。你怎么动动还要说出来？跳卡节奏啊！好，重新再来，最后一回啊！五六七八，动物园里有什么？河马、狮子、孔雀、老虎、鳄鱼、长颈鹿、海豚。你输了、啊、我怎么连这个都脑子突然我刚刚没有说惩罚是什么。哎，没说惩罚，那要不再来一回。好好，接着动物园。好，惩罚就在这跳大摆锤啊。哎呦，行吧，反正嗯，我先想好啊，先想多想几个。三二一，动物园里有什么？又是动物园啊！你不玩动物园，那你玩什么？动物园。嗯，玩别的也可以。玩什么？玩蔬菜园。嗯，蔬菜动物园吧。好，动物园里有什么？海豚、河马、狮子、老虎、长颈鹿、大象、鲨鱼、孔雀、鳄鱼。来吧来吧，我感觉我脑子不太好使，我是不是饿了？来吧，让我用 iPad 放。他们这大摆锤有专门的歌，叫 FAK。我刚刚没说出来，结果一看有人说一个猴子。
FYK。大白锤，其实我不会跳哎。很简单的。虽然我看到大家很多人都跳了，但我不太会，不敢尝试。为啥呢？因为太简单了，你知道吧？就卡上面拍子就行。哦，你来给我做个示范吧。我也不会跳，我找一个那个跳的最好。跳最好的。对，他叫什么来着？嗯，谢谢奶茶。水蛇舞。就是在那个什么，什么网站上。这样吧，我们先想一个下一个游戏，再玩一次。我想想玩什么。对，我们玩蔬菜园行吧？蔬菜园可以。输的人跳水蛇舞，你知道水蛇舞吗？水蛇舞，我知。我们跳个别的舞。能跳成一个蛇。来，你看。压到终结，等会要来了，怎么还不来？来了，要来了，要来了，你。我感觉我不太行，我感觉我不太行。你可以的，我帮你一定可以的，来吧，我给你放音乐。这不太行，是这个吗？来吧，你要站哪里跳，我给你架好机位。啊！你要站哪里跳？哎呦哎呦，我看哪里好看。好，跳一下就可以吧啊。好，你跳一下。跪着跳可以吗？跪着跳是不是有点太刺激了？不是，我意思跪着跳的话只有上半身。哎跪，哎跪着跳不太合适哈。对呀。哎呦，我们房间。哎，他从哪里进的？哎，这不是这个大白锤。你们不是说这是大摆锤的音乐吗？这是什么？这个是那音乐叫什么？费庆元版本的，费庆元版本。谢谢你，那音乐叫谢谢你。之前好像看到他们就这样的音乐。那大摆锤的音乐是什么？哎，知道这是撒娇了。大摆锤的是什么？哦，是谢谢你。谢谢你。大摆锤的音乐怎么叫谢谢你？我只知道那个谢谢你，就是那个。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刚开始那就是什么东西啊，我都被迷晕了。我算了，就用这个来吧，就用这个。好，那你给我看一眼视频。我在不在哪个手啊？你不在，你不在拍我吧？等会儿，这个太难了，这不难，那不难，你给我演示一下。嗯，那我们就看普通版本的。看普通版本，这个普通版本的，来，看普通版本的这个吧，来，是不知道是谁的，一刷就刷到了。奶瓶儿啊，不呸，奶盖，奶盖，奶盖。啊，他就一直这样子。谁是小宝贝呀？啊？怎么还有话呀？没了吧？好，那这不就一个动作吗？这样子扭屁股谁不会？我会。扭扭扭。那你再做点别的动作。啊，做点别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要跟啊，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这是音乐，这是音乐，你学习一下。哇哦！
台词，台词是什么呀？台词是什么？要说台词，我不是没有台词，没有台词，没有台词。No no no， 结束吧。我更想看你跳水蛇舞。太可怕了，水蛇舞。我不会输的，你放心好了。我蔬菜这个我还是很可以的，好吧？好，来吧。好，我们来玩蔬菜原理有什么？我先想想。谢谢喜欢好看的人啊啊的全章，谢谢你的全章，谢谢全章，谢谢想再见一面的这个荧光棒。OK。说惩罚，惩罚是什么？水生物吗？对。来吧。好，蔬菜原理有什么？青菜、黄瓜。白菜、土豆、生菜、萝卜、茼蒿、芹菜、西红柿、冬瓜、土豆、豆角、番茄、莴笋。你我们俩都输了，因为你刚刚说土豆之后，我重复了一遍土豆，你没有发现是吗？对。那个应该是你错了。那你没发现我错了？那你是不是也错了？那你后面你不是没说上来吗？对啊，我后面没说上来。对啊，但是之前我重复了，你也没发现。是吗？你重复了？我重复了。你相信我？那也是你，那更是你输了。我给你放水。哎，完蛋了！你自己搜吧，我没有带那个手机。水蛇舞，你一定看过。我看过陈庆南跳的。我救命！你们知道那水蛇舞吗？哦，加一条，必须要在镜头面前啊，不许只跳给我一个人看。对，我也觉得陈妍太牛了，我要向她学习。这是我最爱的舞，水蛇舞，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把它给学会。天哪，我先学习一下好了。你先学习一下好。这怎么扭？这是怎么扭的？这水蛇。嗯，哈哈哈哈哈！是怎么扭的？你左右脚这样子，左右脚。左右是这样。不是，踏步，你踏步是踏步往右，踏步往左。往右，往左，往左。我可以掀起不把脸露出来吗？真的太好笑了吧！嗯，这个怎么做到的？嗯，我示范，我不行。我就是还没有学会呢，给你们看这水蛇舞是怎么跳的，好吧？播上音乐，哎，这个要暂停，等你播那个，我就给你暂停。啊，他好厉害呀！我努力，好吧、嗯？我可以不生气不露脸吗？不可以。啊，那也太丑了，你那都是性感的牛皮。哎，那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来，你要实在不行，你也可以跳刚刚那个。不了，我还是二选一吧。啊，对对对，播放。我来了，家人们。家人们。就是说一些搞笑合集，哎，看不到。哎，脸呢？哦，这儿呢。看不到。OK。啊哇，我给你拍的又高又瘦。真的吗？真的，非常不错，比你镜头里的你还要好看。哎，什么问题了？真是啊呀，不是，是这么牛的呀？那不是，你怎么耍帅呢？不许耍帅！没有耍帅，他，我教你。好，你教我。气死我！你教我。等会儿，首先就是跳，就是不是，你那两个腿一起都能行。两个腿一起，哎，你是怎么跳的？你再来学一次，再来一次，跟我一起。好，先往这边。然后夹着手，然后我们要往前站一点，因为不能被你看到，不能被他看到我们脚步动作，你知道吧？哦，是大，是这样吗？啊，你自己来吧，先就我向你就教你这右左啊。好，右。哎，就是搞笑的舞，这个、
来，三二一，放个音乐。好。嗯。就这么点的可以可以，很不错很不错。这水水舞有点困，让你围观了。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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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游戏是什么？不知道该玩啥呀？哎，我知道了。我知道玩什么了。我们来玩那个，就是我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体上某个部位，让你猜我放在了哪里。这个还不好猜？当然不好猜。来，你得过来，等会儿，我给手机放远点。为什么要打问号？你要闭眼啊！这样子吧，我等会儿，我们先想个惩罚。好，惩罚要惩罚什么呢？惩罚啥呢？他们说，撒娇八连。撒娇八连，行。啊，是惩罚谁啊？惩罚我还是惩罚？当然惩罚输的人，就是如果我猜对了，你就输了是吧？也不是吧，就是三局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全猜对了的话，那就要我闭着眼睛，然后你。这样子我来玩一局，总会有人可以会输的，对不对？我不相信我会输。放首歌啊，算这什么歌？也就这样吧。闭好眼睛。嗯。只能用一个手指感受吗？当然了，不然你以为还让你摸呀？哎，等会儿。哎呀，我不敢，真的，这是啥？等会儿，谁来？我是只可以摸这里，不可以摸其他地方，对吧？锁骨。你得讲清楚点是哪块？锁骨头头那里。头头那里是哪里？那就是你脖子往下，然后这就是锁骨前方，锁骨前面一点。三二一，睁眼！啊！猜错了，猜错了吧？这有点难，我以为是整个手可以摸的，怎么可能？我以为它是一个手指感受。好，下一回啊，一共就三局啊。嗯，下一回是你，我先让你猜我吗？不，还是你，就这样三次。比好啊。嗯，等会儿我先想想。我换大拇指，大拇指接触面积大一点。不会是你的脚吧？我在。感受一下，这是啊，好难好难，我可以戳一戳吗？我知道，下巴，睁眼，好难，我跟你们说，好难，真的很难，非常难。你们在胡小慧那边就可以看到。嗯，完了，一个都猜不对，怎么办？救命！哎，好，再来最后一局啊！最后一局，我真的不，我可以感受一下吗？鼻子，你不能感受，我没有，我生气了，我。是你出气了，我猜对了一个，是吧？我猜对了一个。嗯，行吧。好，到你了，何斌。选我选我我选选什么？就选食指。放开，这是你的，
脸，是吧？脸，你怎么睁开眼睛？因为我觉得我猜对了，是你的下巴，好吧？那就不算对吗？你说的脸，脸的部位，不算对，不算对，不算对。不能放这种地方，因为你一说话，他就可以感受到。嗯嗯，我可以这样子，这样我就看不到了，就感受不到。这个触感好奇怪。我知道了，你的下这块，脸这块，对吧？啊！不能放在脸上，因为我这样一摸感觉一块骨头，然后又有一个棱，想过炫耀一下你的棱？没有。好，等会儿再这么远，哎，这不简单，这是你的手。为什么我一个都猜不对啊？哼，你好厉害，为什么？你是怎么感受到的？就是一摸，因为吃鸡爪吃的多，就你很能明白这个手它的一二三四五，它就是这个爪子一摁上去这个感觉，因为它有筋皮。筋和肉三个在一块儿的，一摸就知道是手了。红雨，救命之游戏。知道吧？哎，刚刚惩罚什么玩意儿？不记得了，刚刚惩罚是什么？刚刚我们定惩罚。哦，撒娇。哎，是什么来着？撒娇八连，搜一下。是什么词来着？嗯，是那个姐姐什么的吗？哦，跟我撒娇啊！不用不用，跟大家撒娇吧，跟我撒娇，怕我那什么？是有什么词啊？什么？要配乐哈，让他找下配乐啊！刚刚哎，刚刚你不是给我播了那个什么吗？应该是那个音乐吧？好。好专业啊，你们一天到晚就想看这些东西。你在说我还说他们？说他们。Oh, 好专业。是这个吗？你们说一下词好吧。哦、oh, 对，词打上去。嗯，怎么卡点啊？不知道。嗯。哎，还没到哎。怎么不看我？因为他要看这儿，我这样播他。他让我搜个完整版的，先看一看。嗯，我也觉得可以。啊，说看飞行员版怎么的？飞行员怎么什么都会？他好厉害！你看，推荐庆姐版本的庆姐。倩姐那不是不行了吗？灯还关了。好、啊。打一下那个词好吧，对，词打一下。嗯，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手机可以给你看词了。
Please don't take it. Show me what you're all about.前奏很长的，哎，等一下，词在哪儿？搜不到啊，搜不到了，它就只有好不好吗？我来，再来一个。确实，嗯，人家的都不够长，是吧？这个吧，好，救命呐！嗯，姐姐，贴贴，姐姐，亲亲，姐姐，摸摸，姐姐，抱抱，姐姐。不要，姐姐，想你。好了吧 ，OK 了吧？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你刚刚说了几个？一个，你别吓我。嗯，对啊，就是没有这么。我怎么觉得少了呢？哦，我得答应。啊、哦。他可是我姐姐，姐姐，你是我姐姐。毫无感情的姐姐继续。姐姐冷漠，姐姐等得我花都谢了。谢谢 NERO 的99个荧光棒，谢谢幽灵的18个荧光棒。对，我每次说姐姐不要不要，就很像不要，像打斗地主那个不要，你知道吗？谢谢哈哈呼哈的24个荧光棒。我被姐姐挟持了吗？是吧？因为听太多，不要。谢谢狗蛋妖怪的99个荧光棒。好，谢谢大家。要还是不要？来吧，我们继续玩。哼，玩啥呢？我输了。玩什么呢？玩什么呢？什么的？还有什么好玩的？嗯嗯。谢谢大狗狗的22个荧光棒。谢谢白。十五二十。你会玩十五二十？那我可厉害了，好吧？是吗？对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十五二十五，等等等，先等不是，等我那个什么呀？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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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啊啊啊！但我们没说惩罚，我们得先想好惩罚再重新来，嗯。惩罚，惩罚。科目三是什么？你知道科目三吗？不知道哎。那就科目三吧。科目三是什么？科目三是什么？科目一到科目十有点太多了。科目一到科目十，我知道科目一要做题是吧？好多东西哦。啊，那惩罚就是，嗯，科目三。科目三？对，我之前看了弦子有个什么这样子，噔噔噔噔噔噔，应该就是这个吧。他们怎么就是抖人，真的是。但是不知道那什么，就是那是什么啊，那是科目二。抖音还要抖音搜，看看看一下，看一下什么科目三是什么，先确认一下，要看一下能不能接受。这科目三都是实时，不是啊？你去抖音，广西科目三，他叫。你确定是这个吗？是这个吧？我怎么觉得有点傻傻的？他这样子。看这版本。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呀，这是剪辑的。哎，这个啊。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你们想看这个的意义在哪里？请问？啊，我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又是看飞机版，跟飞机什么都有。对啊。他是哆啦 A 梦吗？他怎么什么都有？他是抖人，好的，他是抖人，谢谢谢谢抖人。对，确实啊，如果是我的话，一个人在家确实也会。你搜他就是那个。科目一是智齿是十个不同的，可以作为十个惩罚。是这个啊。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啊。跟刚刚的一样，可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我只是没想到它是这样子。好，那玩什么呢？十五二十。啊，对，十五二十。十五二十，二十。哎，胜利来的这么突然，三局两胜，对，啊、可以了。十五二十，十五。为什么每次没有惩罚的时候我就赢了？等会儿我先那什么一下啊！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些无语。我接受一下。啊，你想吃包子吗？你问问老刘。在吃吧。你问问老刘吃不吃？我都要下播了，拿过来。好，你去问问他。他在哪？帮我，我在乐乐房间，你帮我把我那个冰箱里的东西给拿到屋子里吧。行行行，你放得下吗？再说吧，总，那先放你那吧，一会儿我去拿。我再放在冷藏的，我冷冻放不下了。OK。See you。拜拜。哎，我真的是醉。戴上眼镜看得更仔细。骗你们的，看得并不仔细。不，等一会儿，用膳等一会儿。我现在正在学习一下啊，好吧。工作你知道吧，学习科目三以后用得到。等会儿我先给他准备好，看他学习。我真的会救命。好，音乐给你暂停。都是这样子吧。跳完了，跳完了，家人们，跳完了。没事儿，没有看到他全身的，可以一会儿看胡小慧的回放，有他的全身。我真的救命！我真的救命！脸呢？你那这样吧，我们再玩一次十五二十怎么样？好，这次给你次，给你个面子。惩罚是什么？惩罚是什么？他们不是说一到十吗？科目一到十，我们随便找个科目。好，感觉这个科目简单一点。十五二十，十五二十，二十，十五二十，十五二十五。哦哦，笑不笑？再来，十五二十，二十。又是二十，好，还有，咱十五二十五，十五二十没有，十五二十五。啊！我又输，我又赢了。为什么？我要认输了，家人们。你选吧，科目几？我去搜一搜，科目一到十，科目六。怎么会这样？好厉害啊！而且我发现我的左手老是往里出。科目六，我真的会救命。科目六啊，科目六是什么？不会就是这个吧？我的妈呀！这是社会摇吗？这么难，这好难啊！这不会是科目一到科目六吧？这不是，这是科目六。那这也太长了，这不得学一晚上？对呀、啊，好难啊！学习一下，好吧？嗯。
学习一下。我真的会救命。就这么跳吧，好吧。可以，跪着吧。天天在学校，都是给他往上点，就是把他小肚子弄了出来。我好像那种社会，挺不错的，挺不错的。我好像那个快手那个，就是那种。就是一群后面有一群小弟跟着我站在我背后的那种，一起来一起来，社会社会摇，哈，真的不玩就行，不玩了，哼，听个葫芦娃吧，都是我输，没有想到胡小辉还是挺厉害的，哼哼，谁能想到呢？我都能这个我都能赢，因为我十五二十。谢谢，想再见一下吧，99个荧光棒。好，我准备走，听完葫芦娃我就走了，回去。七个瓜，一真跟藤上七个瓜。我的胜负欲呢？这胜负欲又不能一直输吧？嗯。谢谢康纳酱的权杖，谢谢康纳酱。赢一局带走，那我想想玩什么可以赢一局。啊，今天一定会准时。嗯，其实是准时的，刚刚那些都不是我在直播，这是为什么呢？那只是我在玩游戏，然后刚好开着手机而已。串山楂我们得串多久？谢谢九号科技的串山楂，如果能皇冠比赛这个就好了。当然我不说跟他比啊，我没法跟他比，我比不了。要吃饭了，我爷爷。嗯。逛三元，好，那我们玩逛三元。逛三元，嗯，然后逛哪个园？逛我们房间，逛你们房间。房间有点太好逛了，眼睛一看就可以知道了。确实，我可以看着说了。那就逛，逛什么呢？逛四八。迪士尼，逛迪士尼，逛迪士尼啊！对吧？这个有点难，逛迪士尼。来吧。嗯，我们逛迪士尼输了，输了你就撒娇八连。我撒娇八连。对。好吧，等会儿先给我30秒钟，让我回想一下迪士尼有什么，好不好？好。嗯。好。来吧，我们一起逛三元，迪士尼里有什么？你先说，米奇、妙妙屋、米妮、唐老鸭、米老鼠、战雪宝、艾莎、机器人。机器人是什么？有机器人啊，《玩具总动员》里面就有机器人。那人家有名字。那你那也是有机器人的，怎么会没有机器人呢？迪士尼里面一定有机器人，怎么会没有机器人？我现在马上给你搜出来一个机器人。那我们继续说。旋转木马，跳跳跳跳，我跳跳抱抱龙，跳跳虎。你说了，你说了，你说了。跳跳龙有跳跳龙吗？哎。撒娇八连，这对我人没有难度，给你们啊，这么厉害？那可不是真的。来，让我看看，我可有过这种经历，我跟你讲，这么厉害，让我来看看。哎，害羞问啊，我不会词儿哎，啊，瞎说没关系啊，我大概记得。我对着他，对着他，我可说不出来。那姐姐，还没开始呢。
前面前奏好长。为什么对着我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姐姐，贴贴，姐姐，摸摸，姐姐，抱抱，姐姐，不要，姐姐，喜欢，姐姐，想你，姐姐，我的。客气，好，谢谢大家。干嘛？谢谢张豹的黄款，谢谢谢谢。怎么？啊！确实。那可不是，我跟您说。一下子词儿都涌上来了，一下子我想到了今天，好吧，老很熟练了啊，谢谢今天录的这个就是有荧光棒，听到你的脸红了，真是。什么口红，颜色都快被我抹弄掉了。我没那么。好，哎，刚刚我们玩的啥游戏来着？哦，逛三元啊。对。都忘了，这记性真的很差。路程房间开屏 ，no， 那不行那不行，人家把我吓跑了。我多学习一下。你学习一下。确实蛮难的，好吧。谢谢小苍蝇，这没关系，他学习一下，大家都学习一下，好吧，大家都学习一下。哦，是哦，这歌放的感觉收点零食做学费，确实啊。下次我学会的时候可以来啊。是吗？大家听到了吧？你们过来对我说。我手绘的时候可以去找白心宇了，让他给你撒娇。没有，我说你们过来。这样子锻炼的多了以后就不怕了。但是你们不要来找我啊，我不太行。我比较有包袱，啊、我这个人。只要你们敢说，我就敢听。我不行，我比较有包袱。为什么刚刚可以？因为刚刚没看镜头，你知道吧？看镜头，我看着自己这张脸，我肯定说不出来。看自己这张脸完全不行，我笑死了。熬夜去练了，熬夜去练，加油啊，加油啊，同志们！但是发现了，要线下的时候，那看不着自己的脸。你要是电握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电源的时候，握手会的时候，你看着自己那张被这个口袋四八压缩的脸，你可能就说不出来了。谢谢他们有黑白的皇冠，谢谢。压缩，下次试啊！你们要下次试试，那加油！我挺想听的，我也学习一下你们。千万不要让我说啊，因为你想想，我们在一个屋子里那么多人呢，你懂吧？怎么了？说了这么久的话，喝个水。好，我这次35，我绝对下播，绝对。什么时候能线下？我也不知道。快了吧？听他们说马上就要解封了。希望吧。谢谢奶茶仙子的夜蝶，谢谢。最后一局，还最后一局。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是到底是科目几啊？我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看弦子跳了，但是不知道是就关机噔噔噔噔哦，科目二，那我喜欢科目二，科目二比较有意思。
啊，不，那个其他就算。哦，是啊，应该拍个什么抖音，不知道拍啥，不会就拍那个刚刚那个吧，刚学会的这样子摔掉。我在看你们说学了什么那个。学了，今天晚上收获非常多，学了好几个。啊，就拍这个八连吧。八连是什么？怎么又八连了？是什么东西？道明武什么时候复活？道明武放假吗？拍大白，下次有机会染头发的复工吧。到目前就快是一狼草。不行，包天人是什么？科，我还是对科目二比较感兴趣。我一会儿找找，我就在这里拍科目二，就很简单，一个大白，就是这不是这不是大白锤，这是一个拳头在前面摆着的锤子，不是这个大白锤啊。蒙托十三二人组，这个就算了，这个就不必了。谢谢包吃饭的夜蝶，谢谢。哎呀，35了，好，我要走了啊！拜拜，同志们，拜拜，晚安，好好休息。播一个小时，好吧，我几点钟开的呀？